周的直播间。我们今天邀请到了 Into One 各位老师们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么我相信其实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已经等了各位老师非常久了，刚刚在红毯的时候也只是短暂的跟我们小伙伴们打个招呼，现在再一次热情的让我们小伙伴感受到你们在庐山的快乐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Into One。 Hello 那么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电影周的活动嘛，对，那我们所以刚刚走红毯各位感觉怎么样？挺好的，挺好，非常好，第一次非常荣幸，我就是第一次在电影院走电影，对对对对对，哦对，哦是吗？是，我们以前好像是在白天上，晚上傍晚，对对，而且今天庐山天气没有那么的热，对，今天天气很好，对，在身上，空气的确很舒服，是的，就是。是各位都是第一次来庐山吗？是的。然后是昨天是坐索道上来的吗？有。没有，是坐开车，开车过来。我这个山路其实是十八弯。晕，特别晕。对，这晕山路，哪个笔锋坐哪有？其实我们庐山的索道呢，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听说索道只要八分钟啊。12分钟。十二分钟。对，坐索道直接上去。哦，对，我是坐那个东西上吧。那开车开了多久？哦，开车有30分钟吧，30分钟。OK， 那我们呢？就因为直播间小伙伴也等很久了，我们立刻进入我们的第一个游戏环节，好不好？第一个游戏环节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说我猜，大家都知道吧？我们会两两一组，哦，然后总共四组，好，总共四组，两两一组，一个人去比划。可以用语言，也可以用肢体，但是不可以提到你的那个词语里面的任何的一个字。明白了。好，然后另外一个人猜，每组我们给60秒钟的时间。OK， 好，没问题。赢的组呢，可能没有奖励，但是输的组是一定会有惩罚的哦。好，只有一个组是输的吧？对，那不一定哦，万一他有病变呢？哦，别让我们就有两个。好，那我们赶快自由分组。那我们来来，我直接这样看。可以啊，那就两两一组。因为我们今天是只有我们是外国人，那我们两个，对，然后我们猜，我们猜，先换，不是不是我们输，没事没事，先换，先分组嘛，先分组，你俩来决定，你俩，要不你先，那我就前几个人，后几个人，对对，那就我们四个，四个，好，没问题，我们是两两一组，两两一组。总共四组，我们这样，我们因为毕竟是我们中国的词语嘛，我们照顾一下我们的外国友人，让他先挑自己的组员，好不好？可以，可以，可以。那直接挑刘宇，麻烦你了。行，挑刘宇，我选刘宇。那我们先，等一下，快，没挑到，那我选择。哎呀，好。好，你开组呢？林墨了，我选，我选。那咱俩一组吧。哇，你们很聪明啊！你好，老师。那我们就按照刚刚选择队友的顺序开始挑战，好不好？好。来，看看，看看。哈哈哈哈哈哈！哟，你家里面有椅子？还椅子啊？稍微侧一点，就面对面，然后稍微侧一点。我去，朝这边来。这种猜的不得背对背。好，谁比划谁来猜呢？好，来你来，你来，谁来呀？谁比划？我可以说，我猜吧，你可以，就是比划一个字一个字那种。好，给你，你来猜。因为你等下，你看，肯定他比啊，因为他理解的。我懂，来，我懂的。你站到，如果你拿到，你不知道是什么，你怎么攻？那我是不能看那个词儿，因为我要猜。我刚才看到你是猜吗？你猜坐在这边，你猜坐在这边。老师，这个比赛我懂你，他们两个要跟哪个组比赛呢？我们四组跳，就是最分数最低的就是输的。OK， 没问题，没问题。第一个词是，那我给他们两个舞蹈。准备好了，准备哦，准备好了，准备好了，60秒的时间哦，还有十秒，晚。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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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好，开始。哦，这个地方啊，庐山，对了，好，我们叫什么？印度文。哈哈哈，好简单啊！
好，我们一起去玩。对了，哇，完了，好简单啊！谢谢老师们。我这个，突然来了，等一下啊，一个字一个字来，一个难。飞在天上的，那个是什么？鸟。然后它非常的渺圆，不是，它有的小，对，渺小，不是小鸟，对，然后音出。这个是什么数字 ？One 中文一，对，三个字了。小鸟一，我是什么？牛，我是什么？我是一个人，对，小鸟一人，对。哦，紧张，四三站跳舞，那个有个运动，跳舞，时间到，可以了，很厉害。哇，那个成语，那个你看看，什么意思？快来，快来。啊，小鸟依人，小鸟依人，那你先可以，先这样，我没下手吧？啊 ，sorry， 这样，我们让谁先下一个？我，你这样子，就我对吧？行，我们俩来，你我比划你，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比划你，可以可以，我觉得你的比划，我可以啊，全开始，老师好吗？第一组的成绩是四个哦，第一组是四个是吧？加油兄弟，加油，好，非常厉害。开始。快来时间到。你怎么可以说我需要干什么？太坏了，这人。你需要他们几个？五个。哎，文化算了。四个。打电话出算没算？时间到了。加上班了。最后一个时间到。减肥的那个刚好卡点答对。还有五个。所以是五个。没事，我们已经是。第三组有没有压力？有。第三组有是谁？第一个组有。还是一个就是演员，下一个我出了，那是吧？我是那个走来餐，好死，完了，我觉得我们你这是对我们要说，我们你说，对这个不要说那个上面的，可以的，不能说那个 keyword， 我可以，我可以 skip 吧，是吧？对，可以，你自己知道。周慧宇，我也是曾经问过你，准备，我闭上眼睛，开始，你闭上眼睛。哦，肚子疼。对。哦。我喜欢的诗。你喜欢的诗，那个写的。哪一个？李白。哇。这边拿了。好，下一个。哈哈哈哈哈。快。好难。就是对，就是我也觉得。对了，陈凯，你最棒。不知道这个。哦，这个呀。这个可以。引号，然后什么后面是吗？油，加油，加油 ，no， 引号，引号雨，然后跟第二个字是油，雨油，不是是油，雨什么？雨，第一个字是引号，雨啊，第二个字是油，你坐一下，加油，对，你坐一下。雨佳，对，雨佳是什么？雨佳，时间到。这太难了，他们两个，你做一个介绍，我知道雨佳吗？对，雨佳吗？是，你知道，他已经叫过尹浩宇，那个是那个念雨，我知道的是那个声。Thank you.
八。加算他们，对，是一些属于赢过他们的三个哦。好，不会，我来猜啊，我猜更不行。好，我得猜。让你猜吧，我再看看后面。你给我比划也好吧，你看，你给我比划好好啊。不说几个字，还没开始。你要说几个字？开始，开始，我刚刚猜错了。好，准备，开始。我要给你点赞。好，几个字？三个字。魔山。二老，男高音，两个字，哪个字？我在干美声，唱歌，三了，一拔河，太对了，哇，说几个字，太快了，三个字，很晚了，打瞌睡，要让我来睡觉，打呼噜，哇，好快啊，你要睡觉，太强了，多少点多少，说几个字，四个字，有一个东西，一分为二，五，是吗？对，几个字？两个字。射击，射箭。对，几个字？两个字，几个字？射箭，出对了。下一个，下一题。啊，还有十五秒。几个字？几个字？剪头发。啊，对。哇，已经赢了。几个字？已经赢了。太输了。哇，够了。几个字？骑单车。对，不如我自行车。对。哇，印度舞。啊，不过瘾。不是我。十个，几个呀？我十二吧，十二，好像是十二，十一个，一人一个，十一个还是一个？大哥，我们三个组在一起还赢不到，三四五，太少，三四四五，老师要接受惩罚吗？好，我们哪两位老师是输了的来着？是那个李默，自己上前认领一下。吴彦老师，来，快，啊，第二组去来。就是好，瑜伽，不要担心，我们惩罚并不会特别难。那么粉丝在直播间面前，然后大家还记得我们这次电影周的主题是什么吗？爱情。那我们就对粉丝进行一次爱的表白，怎么样？哦，你需要奖励吧？我们给所有屏幕下的 insider 们一起来表个白。做一个，你刚才说老铁吗？表示了我爱你啊！哎，你们俩好像两个诈骗团伙呀！爱大家，爱大家，爱大家，谢谢大家！爱哥哥，谢谢大家，兄弟。哦，好像表个白。他们的提前有点难。是他们那种题确实没错，我也觉得主要是他读的会拼音，但他不知道意思嘛。对对，但这毕竟我们小九还是玩挺不错的，对不对？对。OK， 那我们刚刚呢也是比较欢乐，我们现在进简单的我们聊聊天。好，就那把这个撤了可以吗？啊，对，来两个人撤一下。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我要擦一下。你怎么？还没动怎么就流汗？刚才这个表白，刚刚比起来呀，表白挺用力的，表白很用力，挺用力的，对吧？我们这一次来到庐山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庐山相关的最有名的爱情电影是什么？庐山恋。啊，原来大家都知道。那有没有人看过庐山恋呢？没有，但是我们会回去，会，我们会回去一起看。对对对。庐山恋的话也是创造了很多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部中国的电影。那么像这样的，我们刚刚有说派派在那个因为中文上面可能他看得懂但是不明白那个意思，那么我们在这里上一个小小的中文课。好，就是关于我们庐山的最可以说是最著名的诗词中的一句。嗯，我知道。知道吗？庐山最有名的一句。哦，没错，没错，不好意思。哦，你可以猜一下是哪句？我们可以从你学，从你学，从你学，从你学。不识庐山，你没毛病。只缘身在听不懂，知道吗？是这句吗？没关系，可以大胆猜。是哪句吗？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也可以一起猜一下。给个第一句。啊，给第一句的话，其实可能就已经知道答案喽。啊，红看成岭南。侧成峰。对对对，下一句哦，你看就是确实很有名。那下后面两句呢？后面
两句，真的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了。你没有听过这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再笑我一下。不识庐山真面目，不识庐山真面目。真面目，真面目，只缘身在身在此山此山。你说大海红吧，差不多了。可以，大神就可以猜一下大概是什么意思吗？这句诗。不识庐山。我觉得我首先我猜的应该就是来说庐山的美丽，在山中。这是对的。其实我已经忘记有很多。为什么有两个人在山中？是彼此不识吗？看不清，就是我认识的感觉。我现在知道看不清，不识庐山，面目你知道什么意思？就面目对吗？他不知道庐山的样子，就是面目。对他不知道庐山的样子，就是庐山真面目。对啊，但是长什么样？那问那就是原因对吧？只缘就是只因为。不知道，我人在，我人在，只是我们在这个山中。再看不到庐山整个的，这因为很大，对，哦，这在形容这个山，这样想，哦，确实庐山的山特别特对，是我们开车过来看那个旁边那个路边特别好看，还有那个湖和湖那个泉水的那个很大，就是在我们去路边这样走过来的，是的，而且我们上来发现这上面都。生活很就是像一个小镇一样，就是对，就是一个小镇，很舒服，还有逛街特别舒服，和重庆的那种构造特别像，对，湖南叠状的像房子叠在一起，还有庐山特别浪漫。我昨天看那个就是我们酒店日落，那个日落是用很多颜色，就是啊，黄色、紫色那种房子，是啊，咱们三个不是一个东西，我一直就上山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在住，然后我跟师傅说，师傅海水漫步，海水漫步。还有什么？开始徐过弯，过。好，下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庐山的确是非常的美丽。大家才来一天就已经被庐山圈粉了啊！对。那么我们呢，也是刚刚默默在直播间里面随机节选了一些粉丝，给各位每个人都提了一个小问题。那我们一条一条来 Q 好不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是问刘宇的。嗯。如果以后有机会在像庐山这样的山里面拍电影的话，只能带三件东西，你会选择带什么？拍电影哦，我第一件会选择带一把油纸伞，因为适合我的这种感觉，非常的很有意境。是的。然后第二件我会带驱蚊液，有道理，有道理，确实是有道理。第三个我要带一群人，带谁？一群人，几个人啊？除了我这么十个人哦，我真的猜了，太难猜了，好难猜呀！哥哥弟弟，弟弟你画我猜还是猜？我妈哥哥弟弟哥，是。好，我们第二个问题呢，问到高清晨。对。哦，你有听说过庐山瀑布吗？庐山瀑布，庐山的瀑布吗？啊，听说过。刚才其实我们在你画我猜当中有讲到过一句关于庐山瀑布非常有名的诗句，大家再告诉他一遍。哦，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谢谢各位老师。哎，我发现就是古诗，就是你先说前一句，后一句很好记起来。先说后一句，前一句有时候真的怎么样？哎，庐山是不是就有这两句诗是吧？庐山有非常非常多，是刚刚说是。就是这两首我是比较没大家有注意到吗？就是派派有说他能连诗句的作者都能够直接发现吗？没有，只有人跟我说，但我也背不下来这个厉害厉害，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那么好，我们下一个问题，我们问到林墨，就是听说你的摄影技术非常了得，如果你当导演，在庐山，你想拍一个什么题材的作品？那拍一个纪录片吧，哦，纪录片，对纪录片，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美丽，像我的纪录片。不要再看我啦！别看我啦！那这样吧，我拍一个那个周柯宇是一个大男主的一种非常伤心的剧吧，让他天天在那边很伤心。独角戏吗？我想当大男主，大哭，就是哭两个小时那种。对，哭，每天让他哭。好，那我们第四个问题问到博远，
请问博远平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哦，什么电影都看。那如果给大家推荐一部爱情电影，你觉得哪一部最值得？我喜欢，我想推荐《阿甘正传》。Forrest Gump。对，我每次 Forrest， 对我每次觉得很迷茫或累的时候，就会看那部电影。它里面就是对待亲情，可能有最近可能觉得跟爸爸妈妈很久没见面了，看这个电影就找到亲情的感觉。是。然后如果是对待梦想很有点累了的话，对工作累的话，在里面也能找到对方向这样的。但如果是爱情电影，现在还经历不到，所以呢，但里面爱情的部分以后再说。但还是推荐大家看的。嗯，好，各位粉丝一定要记得，没有看过《阿甘正传》就要去看哦，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哦，在我们庐山爱情电影周的展映当中也有这一部作品，可以直接到线下去看哦。真的吗？没错。我先去。好，然后呢，我们接下一个问题问到张家元，如果把庐山比作一首歌的话，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歌？我觉得应该是一杯火山吧，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在这演，然后这以后是我们庐山一个记忆吧。嗯。大家一定要等到晚上的盛典看 Into One 表演一杯火焰哦。这句话说的真漂亮，你刚刚那个笑话。其实我想说那个，还再播外面，还算了。好，谢谢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问到李浩宇，请派派分享一下自己最喜欢哪部爱情电影。好，爱情电影，我觉得我之前看过有不能说的秘密。哦，我这看过这么多电影。我刚说一个，因为平时然后其实没猜到他会看这个，对，没想到他看了这个。我挺喜欢爱情，然后我看了如果是电影，爱情电影，来呀，哥，你要危险。然后英语的话，我特别喜欢是《About Time》这部电影，特别喜欢。还有就是那天我看了《Titanic》。这个也，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必须要站点式的，是的。然后没错，因为这些电影跟就是时间有关，就时间很短，但是要好好享受这个时间跟你嘛，就喜欢的这样。谢谢拍拍的分享。那接下来一个问题问到周柯宇，哎，昨天你有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新鲜事，啊，你有真的想过，万一野猪真的进来了怎么办？说实话没想过，瞬间发完哪门锁，对，肯定要关门嘛。但是如果真的进来的话，我可能就比较害怕吧，因为其实我没有见过野猪，想见吗？对，而且不知道它是那种就是带不带牙，我是不是带牙，你是不是会不会是那种黑色，或者就是那种电影里边的很莽的那种，就一通会跑撞。可是你长这么高，野猪来了说不定你也看得见啊。可是我。哎，我现在撞我的腿呀、啊哦！野猪，他是野王，他不怕。对，打你来，野王打野猪，打野猪，打野猪。你来准备刷死你。哈哈哈哈哈哈！我们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几位老师递一下纸巾吧，是不是有点热呀？还有，谁还要？谢谢，谢谢。那我们继续最后一个问到刘璋 AK 的问题。闯关节目赢的大冰箱最后被安排去了哪里？这个嘛，就是还没有寄过来，我还没有想好要把它放在哪里。哦，还没有收到。因为我们赢了四个冰箱，是有一点点。我赢在跟阿姨说那个地铺要清一下。那就你跟他开门的呀。A 两个 ，B 两个吧。我们把油放少说点话，这样可以捐给需要的人。哎，可以哦，我也觉得可以哦，可以哦。我真的很需要冰箱。那闯关这个成功闯关之后，最近还有什么新的想要挑战自己的事情吗？双开门是什么想法？哦，我本来想说这个了。双开门，双开门，下一个。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反正都做过一次的事情了。最近有什么特别想挑战的？我想把我的舞蹈给练好，这样以后就不会再出现尴尬的动作。你想展示？不要，就要来一把，要展示一下。好，那你别笑我，是有点笑。展示一下，展示一下。今天看我的玻璃，今天的舞台，这样可以在那透露。我很想看那个还原一下他当时的那个舞步。哪个？是这个吗？别 Q 别 Q 别 Q 要 Q 吗？要 Q 吗？别想关注的人做这个动作。我觉得还可以啊，我喜欢，这个也不可以。
好，那我们呢，也请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期待我们今天晚上在爱情电影中盛典上面 Into One 的舞台。那我们直播间的分享呢，就暂时到这里了，谢谢 Into One 的各位，谢谢，今晚见，今晚上跳舞啊，加油兄弟，加油，加油兄弟，那我们就撤了，拜拜，大家都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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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三十。谢谢各位，谢谢，拜拜，谢谢，谁热吗？没有。